确实没学过，爱像无心电波，这微妙的感受原来就是心动。你突然出现将我认知一一打破，你可爱的笑让我世界的分子都重构，意料之外的交错，计算不出的结果，遇见你的那刻心跳瞬间超负荷，我的心脏因你蹦蹦，心动的节奏蹦蹦，下一秒就要跳到外太空，我的心脏因你蹦蹦，无法自控的蹦蹦，就这样跌入爱的黑洞。 Oh I'm thinking of you，我确实没学过，爱像无心电波，这微妙的感受原来就是心动。你突然出现将我认知一一打破，你可爱的笑让我世界的分子都重构，意料之外的交错，计算不出的结果，遇见你的那刻心跳瞬间超负荷，你的美好无法用定律去概括，想把所有画面都在脑海里重播。可以送你一颗糖果，如果你说你也在喜欢我，如果概率论只是个假说，用心感受此刻，我的心脏因你蹦蹦，心动的节奏蹦蹦，下一秒就要跳到外太空，我的心脏因你蹦蹦，无法自控的蹦蹦。我什么时候能脱单？等到你考到第一的时候。来看镜头啊，好，我终于有身份证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开房啦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没事吧？没事。爸，啊，我就是好奇，好奇。谢谢叔叔。那个，我突然有点饿，你去帮我买个零食吧。我要你这个，多少钱？100块钱一个。你诈骗啊！哇，你好厉害啊！很轻松。贺教授他们到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走吧。我去，身份证都照这么好看。没天理了吧？我看看，我去，这么好看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告诉你一道理，不是身份证能把人拍丑，丑人拍身份证就是不好看。闭嘴！安神，我真有点渴。我们走了再喝。死心吧你啊！小白周围方圆3米之内不能出现水这个物质，我今天喝两瓶才出来呢。哎，小白，你要过生日了。那个，我想上趟厕所。安神，好，那你陪我。怎么跟小姑娘似的，上厕所还要别人陪？东西呢？
家定制。小白，你告诉告诉我，阿神咋给你告白的？表白啊？他想让你当他女朋友，不得有个正式的说辞吗？他没有说啥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想在你的生日当天给你一场盛大的表白。真的？嗯，那我太期待了。你手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你别担心啊。为什么漫画世界已经恢复了，你还这样？阿神知道吗？你千万别告诉他。小白，他最近特别开心，我也很开心，为什么要破坏这些呢？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里待多久，但我希望在我离开之前能一直陪着他。柯娇，我现在终于理解你们的谎言了。哎，你俩咋不吃啊？冻块啊？还等我们呢？哎，我这都没吃饱。白苏记要早点睡觉，你自己回去吃宵夜吧。哎，他俩又搁这撒糖呢。哎，这个我会，给你发糖。这才叫发糖。哎，你怎么杀人诛心呢你？什么礼物啊？你到底要送我什么啊？你肯定没见过。当当。哇，你来过。可是我还是很开心啊。和他吧。哎，和你一起更开心。当然。走。是我，不是他吧？他有不在场证明。我觉得好像也是他。哎，没错，我就要投了。哎，真的不是我呀。哎，是他，因为当时他说案发的时候他在草坪，可是这点是没有人可以作证的。其次，他的动机是要拿回威胁他的证据，没道理他的证据还留在现场。只能说明一点，那就是他的证据已经威胁不到他了，因为知道秘密的人已经被他杀了。哎，你。不是我，哎，不愧是安神啊！你好，我们现在开始逃生环节。没有人投对真凶，真凶可帮凶逃脱。我就说不是我吧。那是谁呀？来，是我。镜头。自控的蹦蹦，就这样跌入爱的黑洞。Oh, I'm thinking of you.节奏蹦蹦，下一秒就要跳到外太空。我的心脏因你蹦蹦，无法自控的蹦蹦，就这样跌入爱的黑洞。
今天玩累了吗？可是我很开心啊。那你什么时候最开心啊？嗯，我好像挑不出来，因为和你在一起每一秒我都很开心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去看礼物。好，走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太漂亮了。这可是我求了好几天，李教授才肯借给我的。生日快乐，许个愿吧。我太满足了，我已经没有其他的愿望了。艾雨峰，我要把我的生日愿望送给你。我希望你可以回去。重新回到漫画世界。什么？留在我生命里，空气里。